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？哎，你这么做，你不怕陆南报复你吗？我想要的就是毁掉苏北，到时候事情已成定局，他报不报复我又能怎么样呢？你给出去了。 苏北，苏北，苏北，没事吧？顾言，哥，哥，让开！你是个卑鄙的小人！我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也是被陆菲尔骗过来的。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没有。哥，云帆。 把他给我带走，从此以后我不想见到你，你也别姓陆，带走。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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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的事情我会就这么算了。